今天应该吃早餐啦。今天吃这个是什么呢？桂圆面包。原本葡萄干面包。是葡萄干面包啊。妈咪以为是桂圆面包。原本俊俊是想吃白吐司加果酱。但是葡萄干面包也很好吃啊。配摩奶奶哦。杨永群的午餐。先吃一点葱油饼，然后还有玉米鸡肉粥，再吃一点牛肉卷饼。我等吃什么？那烫烫哦，小心，那铁盘烫烫。那是牛肉卷饼。对。吃吗？葱油饼。杨永群的晚餐。啊，你的汤匙在这里，妈咪忘记给你了。今天吃豆豆虾仁炒蛋。还有鲑鱼、高丽菜，我们来婆婆爷爷家吃饭。你饭饭要吃哦。好吃吗？怎么了？饭饭也要吃，俊俊。这个。鳄鱼奶奶奶。对。他是谁？顽固的鳄鱼奶奶。等一下，抓着眼睛，抓着眼睛的。我坐这边好了。他眼睛怎么那么小啊？对呀，你看。鳄鱼奶奶的家，在村子外面的沼泽旁边，是鳄鱼奶奶的家。然后，鳄鱼奶奶她很顽固哦。只要是他坚持的事，不管别人怎么讲都不听，就算自己弄错了，也绝不承认。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。青蛙蛙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蜥蜴吧？老鼠，这是蜥蜴。就是什么？蜥蜴。好，鳄鱼奶奶非常顽固。小猫打破盘子的那天，盘子放进了。奶奶觉得小猫真的太不可原谅了，奶奶的怒气大爆发，她好生气哦，其他盘子也噼里啪啦破掉，小猫也吓跑了。鳄鱼奶奶很顽固，只要决定好这一天要做的事，她就绝不改变。如果她决定要打毛线，奶奶要她一起去采香菇，他们要一起去采香菇，还要他们邀请鳄鱼奶奶。铁定马上被拒绝，那么明天去好吗？还是后天？奶奶都是当天一大早才决定，所以明天的事明天才知道。
他们又去哪里采香菇？去森林里采。又怎么采？用手这样采。然后鳄鱼奶奶非常顽固，就算今天是万圣节，他对小朋友特别亲切，要他这样子做根本不可能。不过有小朋友跑来要糖果，他就亲手做超苦的糖果赶走他们。哇、哦，好苦哦！哦，鳄鱼奶奶给的糖果好苦哦。鳄鱼奶奶很顽固，虽然有时也会想要包顽固的嘛。他就是决定的事情，他就不会去改变了。大很大的剑。哪一个看书？圈圈好喜欢看书。几个我的书呢？我要瓜牛去买了一台车。这样子送信就可以送得比较快啦。大家拿到信都很开心哦，因为马上就可以拿到信了。好啦，要睡觉咯。书看完了。对，书看完了。给你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呦。明天要上学啦。好啊。好啊。好啊。你喜欢上学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我喜欢上班。哦，你喜欢上班。你以后就会觉得上学是多快乐的一件事了。小燕群晚安。我喜欢。我在吃吗？在吗？老师说。我在凳子上。我的酱上，我的酱上，我的酱上算。要分慢一点。芭比不乖，因为芭比在一直在看手机。哦。芭比不乖，不可以看，一直看手机，对不对？要陪群群，对不对？陪他耶。那现在芭比没有看了，你要分他一个橘子吗？你看不是我吃白羊果？有不一样的水果。